大家好，我是李医师。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呢，最难受的就是一直咳嗽，三肢疼痛，有时候吃什么药都不管用。这时您可以考虑这个方法，花椒冻梨，往往比药还好用。花椒冻梨是超给力的止咳药，它的原理呢，梨子为寒性食物，其性味甘酸而平，没有任何有毒的成分，还拥有生津益脾、和胃降逆的功效。而花椒性味温辛，可以温中散寒，增强人体的免疫力。这两种食物一起炖食，二者的效力能够入肺胃两经，有效地缓解咳嗽的症状，同时起到清热化痰的作用，还能缓解嗓子疼痛。这个方法呢，不仅可以用于风寒咳嗽，也可以用来治疗风热咳嗽。那么花椒冻梨的具体做法如下：准备梨一个，洗净，横断切开，挖去中间核后，放入20颗花椒，两粒冰糖，再把梨对拼好，放入碗中，上锅蒸半小时左右即可。一个梨可以分为两次吃完。我们再来看看风寒咳嗽的另一个推荐，大蒜冰糖水。对于风寒咳嗽还有一个小偏方也很管用，那就是大蒜冰糖水。小孩用大蒜2到3瓣，大人呢只用7到8瓣。先把大蒜拍碎，加入几块冰糖，一碗水，先用大火将水煮开，再用小火慢炖几分钟，最后熬成小半碗的量服下，一天喝3次。那对于风热咳嗽还推荐呢川贝蒸梨。咳嗽频聚、气出或咳声嘶哑，喉罩咽痛，卡痰不爽，痰粘稠或者黄色，舌苔薄黄，针对以上的症状可以试试川贝蒸梨。做法呢，把梨的顶部横断切开，挖去中间的核后，放入2到3粒冰糖，5到6粒川贝，川贝要敲碎成末，药店呢也有卖。把梨对拼好后放入碗里，上锅蒸30分钟左右即可，分2次服用。以后不管是风寒感冒咳嗽还是风热咳嗽，只要有一个梨就够了。这是家家常备的止咳妙招，一定要收藏好，也可以发给群里的朋友认识一下，真的非常实用。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点赞并点亮小铃铛，感谢支持。